各位好，我叫尚雅，欢迎你来到美丽的法兰克福。请让我带上一段简短的旅程介绍。除了它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法兰克福位于欧洲的心脏，这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人流密集的机场，是欧洲最理想的物流集散地。尽管与其他大陆相比，欧洲看起来可能显得很小，那是因为他们多样性和人们所说的事实。Claire Von, Fussel, mein Name, hallo. Bonjour, Claire Zimmer pour la société Claire Von. Меня зовут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ня зовут Александр. Добре дошли. Ильдянович, Володя. Hello, this is Carolyn Diaz. Ciao, salve, sono Cataldo dell'azienda Claire Von. Salve. 如您所见， Claire Von 在德国办事处的客户服务代表处使用欧洲语言，这有助于我们与所有客户保持密切和忠诚的联系。Care One 是一家签约供应商，在欧洲拥有近15000养老院、医院、医生和11000家企业。由于我们严格的质量政策，我们在业内享有很高又很好的声誉。我们的仓库团队有很多人组成，占地25000平方英尺。我们持续不断地从仓库中储存所有物品，那些是医药防护器材、核酸检验器和口罩之类的。我们的多余重小售和服务团队随时为我们的业务伙伴提供电话支持。如果你的产品质量非常好，请随时和我们联系，并欢迎您加入我们 Care One 的大家庭。Care 英语的意思是在乎，所以我们叫 Care One， 因为我们在乎。